拉市区铁路高计划工程计划案虽然已经完成评估的工作，不过却因为需要一大笔的工程费用，无法度更进一步的推动。为此，官府是特别来编列26亿的预算作为自备款，而计划嘛，伫个12月顺利通过本案，展现地方要推动铁路高计划的决心。对此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谢淑阿嘛强调，如果进入立法院，伊将会尽全力来争取经费，辅导六人基台建设会当顺利完成。高雄市内冰糕都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九个，民众伫市区通行要过火车路，拄到火车都要等一群消化都过。因此，铁路高计划更是真侪乡亲的期待。虽然这项计划案已经通过可行性评估研究，不过却一直拢无阁有进一步进展。对此，惠林县政府除了编的预算总20多亿的自备款，惠林县议会也通过该案表示支持。中央的这所谓的那个前瞻计划啦，还是过往的编列，对我们云林，尤其在斗六这个区块，是非常非常的不重视跟不公平。那我们的云林县县议员一个一个沟通。包含跟我们云林县的县长，还有我们的财政单位，不断的去沟通，终于我们在最后一天三读的时候，我们正式通过28亿啊，近28亿的配合款。中央投资900万进行铁路高计划可行性评估，不过工程依然无法度启动执行。对此，山区立委候选人谢淑阿表示，云林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啊，伊若当选，就会联手推行这个建设。万事皆备。就欠东风，东风就是这130亿的中央的补助款。那我相信淑雅，我乐意来承担这个重责大任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。因为10年前没有做，我们今年开始来做，10年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建设成真。那里铁路发生危险啦、塞车问题、空污问题都可以彻底解决。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进程。阿妈非常感谢咱的谢淑雅副馆长甲张立山县长。啊！愿意替听到大家市民的声音。铁路高计划除了会当解决市区的交通问题，也当先去民众加侪通行的时间。小沙阿强调，伊将会替地方来向中央争取经费，让这个工程会当加紧执行，达成乡亲的愿望。记者陈伟聪报道。